红中央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电大声，人在思念，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侪侪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我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鼎庆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过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哈。这位讲啊吼，这么这个立国民讲出人命吼，这个无缘遭受夜面纸，啊，再来咒的吼，来咒吼。这个我想吼，即马卡袂掉了哦。这夜迄个滚纸啥，我认为讲无需要啦，对不对？当然。出人命的这边当然人会受气啊，但是以阿宏来讲哦，上好吼，伊即马已经进入司法了嘛，对不对？进入司法，和司法去调查，对不对啦？调查了后，哦，该当啊，都即个有影真刑拘哩，吼，也要安怎才来个安怎？但是啊，你都即马都。这个还在咧侦办当中嘛，是不是安尼？啊，大家拢安尼，啊，你甲想啊，有诶都白白都滚纸都互你乌白压啦，对不对？啊，迄你要安怎？迄事啊，换算讲啦，迄你要白人无啦？你只要要白人无啦？所以我定来讲社会代志就是安尼，无甲安尼，乌白不分就对啊。
虽然讲恁厝的死一个人无毋对啦，哦，这个因老母，哦，嘛也毋知影讲到底，我有讲过啊，到底是安怎去用白脚白手的啊，对毋对啦？啊，是安怎迄款呢？哦，有诶讲诶，孙安尼外，即卖外口搁咧讲啊啦，讲啥物吼？迄毋是因囝写的啦，拢是被逼的。因大姊讲，这是被逼写的，啥物啊啦？啊，有被逼写，无被逼写，即卖就进行司法，司法去调查嘛，对毋对啦？所以大家就是讲。足盲目的，我感觉即卖社会都一团糟啦，无讲理就对啦，无讲理啊，阿宏袂安尼，阿宏袂安尼，对不对？你来看，阿宏唔对的人，我拢提出事实，提出我的观点，安尼唔才对，为什么是安尼？啊，你卡袂对咧，要等面等等等迄落滚纸，就要迄款的，这唔对啦。这我想这吼社会就是安尼，拢有吃哩。你啊看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咱这个林文啊，这个副执行长啊，拄啊这个食，食什么我又搁未记个，哈、啊？哦，我记得有够歹，啊？哎，你无创这，你无赶紧去落啊？这人唔对啊，对唔对啦？啊，社会，阮阵安尼，啊，都有样看样啊。啊，伊即种囡仔后摆，伊嘛去安尼，哦，对毋对？那安尼，你无赶紧过来，甲纠正啊嘛。即个副执行长，啊，是毋是安尼先？嗯，啊，都看人啊，你，啊。即个自由时报，彰化报道吼，立外民工。领袖团体在这个河尾镇，哦，伫河尾哦，河尾，我知影是倒位啊。这个领袖场或者墓园呐，哦，墓器的墓园哦。那么大门外，诶，这个排水沟长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蚊子啦，蚊子写了单、卡、名。顶呢？哦，一张一张啊写就对了，啊，还佫有杀，安尼啦，啊，你佮想，意思可能哦，讲啊都单卡名杀人就对啊啦，啊，伊袂讲遐迄款的，惊佫互告啊，对毋对啦？哎，伊若写到名，这违反呢，这死狗伊若无罪，伊反倒当共该告呢，佫伊无告，你敢知？所以即摆这法庭就是安尼。所以你也看，敢写，敢安尼，啊，甲分开去啊。那么警方怀疑有人不满高中生遭受到这个虐杀，吼、哦，利用暗时啊，吼、哦，啊来等这个蚊子，啊来泄愤啊，伊调换到这个监视器来追查啦，我、哦、这唔对呀，我、哦、对唔对啦？对查吼，那么这个蚊子，伊分别写有单、卡、名、人、宅、杀，定这字啦。民众议论纷纷啊，吼、哦，开始安尼啊，一团杂作团霸就开始啊，你就知影，咱人就是拢安尼啊，啊，就是安尼咧团啊，为了讲安怎哦啊，这迄落乱团就对了。那么关心的这个居民伊伫个讲啦，那么进前伊阿妈吼，经过无方进前吼，无发觉讲这个水沟啊内吼有这个蚊子咧。那么昨哦早起啊，就看到等这个蚊子哦，等到的时阵安尼啊，规个拢沟啊，担心讲是毋是讲有人伫个救。就抓了对了，啊，这就惨了。或者是讲想要替死者来伸冤啊，替死者伸冤嘛，唔免安尼啊，对不对啦？但即嘛你就知影，法治国家是毋是安尼？啊，你就帮助这个厝内人，对不对？去过关就好啊，是毋是啊？无需要通知，我是感觉讲话啊，这种的。这种的较早的唔是好的，这个无需要搁流传落去啊啦，对不对啦？等你个等下
等迄云纸伊也袂较衰啊！你讲对毋对啦？啊，较早人讲讲等云纸会衰哩，啊，咱即马当，啊，但即马都衰到迄个款诶，都社会都政治遮尔啊歹啊，都衰啊，毋对毋对？你讲对毋对啦？但着大家讲啥物要食，无人要食；要赚啊，无人要赚啊，都衰啊，毋对毋对？嗯。喂，喂，喂，讲啊，讲话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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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一名，这个警察在爆料了。你外面讲退会，拒退会了。哦，像你要退会无要紧啊，啊你个，你个村的这个算讲会费都无人退啊。这爱看伊这个会是安那规定啊。要是阮的会嘛是同款啊。你家己花，你要退花，剩的钱拢无在了，通好退啦。伊迄着规定的啊，对毋对？迄搭有啥物通去管呢？即我认为讲无毋对啦。你看花呢，宗旨伊到底是安怎规定？你着爱按怎规，按照规定安尼行着对啦。所以有个人无家己花，伊毋知影。哎呦，是安那？退花啊，钱啊，歹退互人。你爱看你安怎？哦，比如讲，迄运动有时间，时间啊，买时间诶啊。嗯，啊，我着运动，我买十点钟久，我着敢若运用三点钟久，然后我七点钟久，你着爱过退还我，这合理啊。但是普通诶，即个会啦，毋管你啥物会，哦，就是我拄仔咧讲诶，即个有诶啥物协会啦，啥物会啦，即你若要，咱要退，剩诶无够，算讲还未够诶迄。你无人提，我、哦、这是规定安尼，所以我爱讲互了解，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你袂使讲犯差要举你走啊！我拄仔咧讲啊，你都我甲你买时间的啊，我买十点时间，我都打用去三点钟久，我剩咧七点钟久，当然啦、啊，我都买了，你这钱爱退我，这合理的，对唔对？我都无用到，但是这种一般的这个会唔是安尼生啊，伊也是。会费是收一年的就对了。那么你一年中间要退会，你会使退，伊无控制你啦。哦，你要退会使退，但是你会费存的钱，伊就无退还你。迄拢明明写伫遐的啦。啊，你看安怎啊？所以我伫报告新闻、伫分析新闻，就是爱让人了解啦。有诶未了解，就是啊，你那个钱那未退还人，对不对啦？啊，你看什么情形？看伊当时。伊家己即个会是啥物款的会啊？是毋是安尼先？当然有一名彰化的即个员警吼，警员啊，昨向记者伫爆料啦。伊伫个讲哦，李外明讲哦，不断要求会员哦，啊，即个邀请即个亲友吼、朋友的时阵啊，入会啊来扣即个业绩啦。那么警员的这个某，在朋友介绍下，交8万块入会，啊，佮带伊的这个两个查某囝，啊，佮伊的这个算讲，这个丈母啊，哦，啊，佮四五个朋友同齐入会啦。后来孙阿娘发觉讲，伫外面讲伊的这个跳舞是基础啦。哦，主要是互会员互相啊来批斗，什么叫批斗？互相批斗，那安尼？感觉吼、哦，爱牵制会员也即个思想啊，哦。那么因某察觉唔对，哦，真诶想讲要退会就对啦。那么大家即、这个陈口明。陈凯明伊
竟然拒绝退费啦。那么爆料员警，伫个是以警察身份找陈凯明啊来谈判啦。吼，伊讲的时阵啊，要告伊诈欺啦吼。那么陈凯明啊，才退还40000块，给这个员警因某啦。王哥，伊穿警服啊。啊，意思讲你若无，伊就免甲你告安尼啦，告诈欺安尼就对啦。哦，啊，伊就勉强的时阵啊，退还这个40000块，伊的这个会费啊，因为伊就是讲软土深骨，伊就人人物介迄款，伊就退还安尼就对啦。啊，都我拄仔咧讲伊，我唔知影讲因这加入会到底是安怎约定的啦，哦。那么中途退出的其他会员，都一角拢无提转去就对了。哦，都讲我都啊，无阿西即马就是安尼啊。哦，叫民意代表，什么安怎哦，就是拢安尼啊。利用权势就对了，你叫我都人去换，还才变到安尼啊？对不对？社会变到安尼，有人民的，有靠山的，伊才发达啦。那无人民的，无靠山的哦，啊，你都。认了啦，变安尼啦，就啊你啊有啥物公平？对唔对？我有讲啊，即马社会有啥物公平？无啥物公平啦，啊。那么爆料这个环境，伊是以警察的身份，当然啦，对唔对啦？以警察穿制服去啊，诶，阮某，甲我诶某诶朋友。甲我的丈母啊，哦，你安尼啊，啊，即下阮就想讲买家入啊，啊你，嗯，啊你钱唔退还，你是啥物意思？那无，都法律来啊，我就甲你告告你诈欺啊，对不对？啊，伊只害钱，啊，这是对还对，我唔知啦。哦，爱看当时，看你家入会会，伊即个迄落是安怎来？安怎？吼、哦？那么彰化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戴水文伊在表示的，伊讲漳州民众指控立外民工敛财部分启动调查，至于这死者高中生詹顺武，这事情为何啊甲立外民？另外面讲，学员大路阮集体赴嘉义市某一个妇产科去看诊。哦，查甫因为去妇产科去看诊，你感觉有够奇怪无？哦，对不对？这就奇怪啊！所以这个爱调查，这个爱调查。这查甫去妇产科去从啥？哦，妇产科专门咧看这个。查某人病的啦，这个生产的啦，对不对啦？啊，这是问题哩。出错查甫也去也要从啥？是毋是讲涉及？哦，这个盗刷钱包卡就对了。哎、欸，啊，这嘛免你看呢，你想嘛知？这个钱包叫伊哪安尼生哦？伊的迄款呢，我看钱包叫伊，也叫伊扛棒拆拆落来啦。啊，这个医生是妇产科的，我看伊迄医生牌哦，我嘛是该，该什么？哎，该取消啦，对不对啦？你想嘛知，妇产科是咧看查某的，怎么咧看查甫的哩？哦，对不对啦？那么陈凯明。向学员收取的这个高额，伊的这个入会费以及了年费，却无按规定啊来缴税，哦，这当然啦，这就犯人欺啦。那么鉴定嘛将要调查啦，哦，这对啊，啊，这个犯人欺，你甲收税，啊，这拢，哎，这拢爱报呢，爱缴税呢，你有遐收入，对不对啦？哦，像这种的。李冠明讲，伊即落爱错咧等啊，吼，伊即落爱错咧等啊。好啦，咱
都讲到这啦，哦，是非，大家去判断，阿宏咧分析，对唔对？话紧，欢迎你多加批评，吼、哦，阿加指教，再见，再见，拜拜，哦，讲到烧声。